那什么，你们姐几个唠着啊，我接我们家那死老头子去，这家子从上海回来了，我要不去这又得挑啊。你先唠完没事上我们家唠嗑去啊，您几个啊。哎妈，这都几点了，这死老头怎么还没回来呢？你说好，象牙山到了，有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。放宽，放宽。老常啊，哎，阿咪啊，哎，我要下车了啊，哎，有空上我们就去、啊。行，下车吧啊，哎，好。哎，底下那女的是不是喊你呢？哪个？就那女的，那小老娘们啊。啊啊啊！我认识，我见啊。好，宽宽呐，你看我给你拿着。哎哎，魏大姐，啊，你刚是不是喊他来着？啊，你他啥人呢？那不你们家老头子吗？哎呀妈呀，大姐，别走！骂大姐，我不得不夸你一句，你太上相了，是吗？就你跟那照片里哈，完全就俩人，我跟你讲，大姐真的。哎呀，行、哎，这么欠儿、啊，车开了啊！我别管那么多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啥？来，大姐，我这刚在上海回来，啥照片啊？上海跟咱们就真不一样。蒋坤。我跟你说，那太谢广坤，这样啥舌头？谢广坤，来，啥？干啥呢？怎么这么没有素质？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吧？不是，这眼睛啊，不对，肯定不对。你刚才是不是躲我来的？你说不说？我什么说？你心里肯定有事儿，你说不说？我干啥来着？我刚回来，是我刚办完事回来，没有什么事儿。不可能，事儿都办完了吗？这不什么玩意儿不可能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听车那老娘们跟你瞎说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照片的事儿。老胡啊，哎，我哎。我问你照片了吗？不是，那我说秃噜嘴了、啊，不是，我说你别秃噜嘴了，不是我啥照片？不是我真没给我拿出来，别你听我说，不拿是不？我能有什么照片、啊？不拿是不是啊？拿什么了？你这娘们怎么这得念秀？你给我拿来，你撒不撒手？你看给我拿来，那也没有败家的玩意儿，你是翻吧，在哪呢？翻是不是搁身上了？啥玩意儿啊？什么的？你干啥呀？哎呀妈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搁哪儿了？我坐点地，给我看看。你搂着。哎呀，向宽，啊，这啥玩意儿啊？那不照片吗？啊、你还问啥呀？我问你，这女的谁？小燕，喂，杨总，杨总，这是上海那边公司的杨总。向宽，那什么？你臭不要脸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臭不要脸！你看这，你看小燕还杨总，不是照相行啊？照相行，你瞅瞅你这。你瞅你那脑袋上那几根毛都立起来了，啊、你这什么话呢？我跟你过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什么时候脑袋上那几根毛能立起来？我能不知道？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怎么回事呢？人家上海那地方跟咱这不一样啊，上海那就风大，都海风。哎呀，我正照的时候，突然就来一股风，叭就一刮，我就歪歪了，我就这么的。还歪歪了，歪歪了。咋不一使劲把脑瓜刮丢了呢？那个你非常好，谁脑瓜刮丢了？脑瓜子？呀，广坤呐！啊，啥时候回来的？我是刚从上海坐飞机回来的。坐飞机呀、啊？对，就是在大饼上飞的飞机。落咱村了？会说话不？不是，我就说啥意思呢啊？就你这欢迎仪式可挺别致啊，人下车吃面，你下车挨骂。别说别的，用过啥呀、啊？啥玩意用过啥？用过啥？用过啥？问他，他知道用过啥？你跟人说用过啥？不用问了，就广坤这人品，肯定是在海上没干啥好事。说啥呢？谁没干好事？你起来。我干嘛好事关你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我谢广坤，人正不怕影子斜。你可拉屁倒吧！你那影子压根就没正过。啊！这是我打你，听没有？好的。我告诉你，不怕你笑话啊！你瞅瞅，这就是他搁上海给我带回来的礼物。哎、你瞅那脑瓜子，那脸哎，哎呀，马上就贴上去了啊！哎、你说这谁能受了？哎呀，不是，那个就从那个。照片上看吧，肯定是有事儿。嗯，听见没？
不是，人家都看成有事儿了。嫂子，你听我说啊，就有啥事儿吧，也没啥大事儿。你看，刘能今天你真是明白人。今天呢，你真是明白人。你看人刘能都说没什么事儿，这就一个照片，我去趟上海，对，完事给你回来留个影，做个纪念，就这么点事儿。嫂子，你看啊，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啊，你看这表情。你瞅你家老头子，就是再怎么使劲往那边凑，连杨小燕搭个都不搭个他。你瞅瞅，刘你说啥呢你？那我再看看。你瞅瞅，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瞅你家广坤那死老头子那死叔，你就说啥呢？中间一道沟，两边小树林，咋整都不是人。说啥呢？就是说啥呢？人杨小燕压根就看不上他，知道不？能看上他那样的吗？就是说啥呢？要长吧，就是也像我这样的，是不？就是一根头发也没有，光不出溜的也挺带劲啊。你瞅他那样，带长不长，毛烘的像蜘蛛网的似的。我看到他之后，三天都吃不下去饭。整天把那儿媳妇整的，就逼着他儿媳妇生孩子。你是妇产科的吗？啊，还有，那家给媳妇弄的就会说俩字儿，港坑，刘能，港坑，你复读几？刘能，你等会儿那个。哎呀，什么等会儿？干啥呢？有那鞭笞人的吗？啊，有那鞭笞你们家老头的吗？没有。干啥呀？就谢广宽头上就那几根毛咋的，不比你长得帅呀？你好秃溜的，你充其量就算个蛋。就我们家谢广宽他长得啊再磕碜，他再不是个东西，他有我说的，他也没有你说的，听见没啊？走，老头子回家拿着，我给你做面条去。嘿，真有。